家好，就说一下要快乐。快乐是什么呢？能够持戒是很快乐的。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和习气是很快乐的。比如说，我有的时候懒，不爱运动，但如果我能够克制住懒的习气，坚持运动的时候，坚持一个礼拜下来，我自己感觉很快乐。这就是说，有些时候我们要有一些克制，要明白积极向上就快乐了。加油！